来，那个徐阳阳，你本人长得还挺善良的呀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还是个学生。你在学校是属于那种最好看的男生吗？其实一般我好看我都不出来走动的，因为我怕太多人，就是太挤了，太挤了那种。你看到赵天宇本人，用一个词来评价他。帅还是帅的，帅还是帅的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好，再一次谢谢杨洋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我要再点一位女生出来，就是刚才说啊，邢昭林不了解，看照片，哇，好帅呀、啊！来，你好，陈汝瑶，那个瞬间转粉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走过来的时候能不能正常一点走过来瞄一下？来，汝瑶，你觉得谁让你最有好感？毛不易。邢昭林拜哪里了，妹妹？凉凉送给你。天儿不错，天儿不错，天儿不错，天儿不错。通过你刚才的选择，我感觉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我感觉你好年轻啊。你幻想中的原来的他应该是什么年纪？30来岁吧。好，辛苦了，谢谢汝瑶，谢谢。